29块钱，6瓦的话，1瓦等于10来块钱了，就十一，不是十三块钱，13块钱左右了。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不要的话，我也好好的跟人家说，我这边有事情要忙了。要的人有多少？89块钱6瓦，要的人有多少？有的话，扣个一。瓦姐，你不要代替别人，好不好？要做自己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别人要不要？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你这是这里，忽悠别人啊，这是不好的一酒所有，知道吧？我把华姐给他拉黑了。对不对？代表自己就行，自己不要就不要啊，你不能代表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再说了，我都答应别人要帮他宣传一下。不要的话就咱们就不要了啊。有要的有五个的话我就找到药，没有的话我就不找到药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每个人都要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每个人都要，但是有些人是要的嘛，有些人是不要的嘛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每个人都要的嘛，是吧？有五个人要的话我就上，没有的话不上了，不找到药了，然后跟别人好好的说一下。十点，咱俺在9:30十点才过去的呢，下午我们哪开始会？现在才9:30的吗？哎，这十点才到，下雨啊！下雨的话，这路上下雨的话，有可能那个什么晚点。以前买过这样的，不是这一家，到时候真的不好。对，每一家人的这东西都不一样。刚给我发信息，你们都应该听明白了吗？我当时他说十点，我都搞不懂他是几点。我都搞不懂，就是他搞的是哪一出。刚才说9:30，大概9:30左右，现在又搞到10点。那我们就什么话也不说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嘛，好不好？你们就给我点赞，行吧？
咱们直播间有没有人要吃鱼的？有没有人喜欢吃鱼的？有喜欢吃鱼的吗，家人们？有喜欢吃鱼的，你扣个一。我看咱们直播间有多少人喜欢吃鱼。喜不喜欢吃红烧鱼？喜欢吃红烧鱼的扣个一。那家人们啊，我给你们上一份红烧鱼行不行？是大鲤鱼啊，是大鲤鱼。大鲤鱼红烧鱼啊。自己已经做好了的，你们拿回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的。三条鱼89块钱，三条鱼89块钱，我给你们上十单。三条鱼89块钱，大鲤鱼啊，大鲤鱼89块钱，三条鱼。你们喜欢吃鱼的就抢就行了，我就给你们上十单啊。你们抢这一单，我赚7块钱，我挣7块钱，好不好？就只有十单，你们自己赶紧去抢啊！自己赶紧去抢，就只有十单，三条鱼啊！你抢到了是三条鱼啊，89块钱是烧好的，而且是大的啊，而且是大的，最少是一级以上的啊，最少是一级以上的啊，就三条鱼，89块钱，一级以上。自己的做好了什么调料什么的，什么都做好了的，你们抢到了就可以直接拿回去自己热一下就可以吃的啊，自己热一下就可以吃的啊，89块钱三条，我这7块钱，你们要的赶紧去抢啊，要的赶紧去抢。皮果，我给你们整一下皮果，我给你们整一下皮果啊，不是我自己做的啊，不是我自己做的。你们皮果有没有？皮果有了，我给你们上了啊，皮果有了，然后你们抢到皮果吃了，吃到皮果的好吃的，你们就打个好吃，好吃的你们就打个好吃的。之前在我直播间抢到过皮果的，好吃的你们就打个好吃。然后现在我又给你们上了20单，我又给你咱们直播间1300个人上了20单，之前没抢到的今天可以抢了啊，之前没有抢到的今天可以抢了。你们是不是之前买到过，对不对？之前是不是买到过？
买到你们吃了是不是好吃？对不？好吃是吧？好吃啊，好吃的那些你们可以去抢了啊。对，这是我之前卖过的皮果，对吧？这是我之前卖过的皮果，是我们大凉山的原野皮果，糖西皮果。之前卖的你们应该都收到货了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应该吃到了，是吧？今天我再给你们上个十单，就只有十单。点进去自己看一下，好吃你们就可以付款。可以付款，你们就买到了，付不了款就买不到了，好吧？就只有十单啊，家人们。就只有十单。你买了一单是吗，同志哥？就只有十单，哎呀，减不了肥了，不减肥了。谢谢真心有缘人，不要送礼物，不要送礼物，你们就买点皮果吃，好不好？不要送礼物，你们就买点皮果给自己的家人吃，皮果是个好东西啊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皮果是个好东西，你们送礼物还不如自己在这里下几单，然后，回去拿回去给家人们一起吃。像马跑的声音，我靠！我吃饭的声音就这么大吗？那你们这么一说，我以后都不敢吃东西了。那我以后直播的时候不吃东西了啊，家人们。我以后直播的时候我就不吃东西了。好吧，我听你妹的，以后直播我不吃东西了，但是你们也要听我的，不要给我送礼物啊。给我送礼物的这点钱还不如在这里买一个皮果吃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好吃又实惠，而且是我们大凉山高海拔的产品啊。这个的话是正儿八经的，我们大凉山的发货是从我们这大凉山发货的。你们收到货了，要是不好吃，你过来找我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你们收到货不好吃，你们就过来找我。能放多久？能放多久？就跟平时的那些一样，别的能放多久，这个就能放多久啊。别的只能放一天，我这个也就只能放一天。要是别的皮果能放十天，我这个就能放十天。但是唯一的一点比别人好的就是它比别人的甜，比别人的不打。